跟他们约会吗？地表最强照片美女来喽！其实我觉得她真的蛮漂亮，而且你看她眼睛的部分啊，她虽然是大，但她还蛮空灵的。我平常照片其实都没有什么修图，你不要再骗人了。哇哦，这美！明星大跟班，最近网络上啊，常常看到很多美女的照片，但是呢，渐渐的也就衍生出有一种东西叫照片，骗人的骗，很多时候看到照片，哇，美若天仙，那个伊人一转头看到本人的时候，哇，完全 different， 对，真的很恐怖的事情。来，你唱，让你唱。神明，他讲什么？我只是要证明给他说，我是每一首都会。真的，你真的每一首都会，你是被歌曲控制的男人。女为悦己者容，女生的这个要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，合情合理。但是有时候会弄到失真。哦，一个不小心蒙不起。那一天我们一起吃饭，他突然间很开心。Sandy 跟我讲，爸爸，什么？那我最近都人家跟我讲说，本人比照片漂亮，电视上好看。我说他，然后他就很开心。哦，那我是属于上相型的。我说很简单嘛，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个女生，你敢跟她讲，哎，你本人不好看呢？不可能嘛？对对对，不会这样说。对呀，所以我说，人家当然就是这样讲。所以你意思说，其实我本人就蛮丑，然后他们没有讲出来。你还不到丑，你是哇！没关系，因为你也还不到帅，这么多年了。你算平庸，你才普通呢。拜托，我喜欢你的，我都不知道喜欢什么。六位，你们等一下，我们处理一下，加就五十。加五十不用处理，事实就是你其实也没有很帅。哦，没有哦，以谐星来讲，我算帅。现在我之前说过，还有一个曾子瑜，他比你帅多了，还年轻。曾子瑜他是坏的，长得太帅，谐星太帅，整个挂掉。你看一审这个就刚刚好。什么意思？是做造型、彩妆，他今天要帮助我们卸妆美女们。彩妆真的很能够迷惑男生啊，其实可以耶，可以啊，哎呦，因为很多女生其实真的不漂亮，化了妆会变很漂亮。好直接，现场目前唯一的女生，这个厉害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不只教你说为什么，还要告诉，还怎么去做出来，对，让你知道你的 know how 应该怎么做。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以这个诈骗的手段哈，就是照片是第一步，是第二步。如果约出来了，那就要请教凯文老师，对，就是要把妆化成像照片这样，这样很难呢，就是修容要达到是全。没有，看起来是感觉，然后跟你见面，你好，不改变角度的，转都全身转了，脸变好尖，约的地方不是蒙阿波就是夜店，暗的没有光，一点都看不出来啊。聪哥平常有碰到那种照片美女吗？以前有过，就朋友约，然后就会在群组里面发简讯嘛，这个照片 A B C D， 哎，好正哦，每个都是那种，没有，对，都是那种，对，眼睛明眸大眼那种，自拍都是很对，很有角度的，哎呀，那当然，工作完就几个哥们一起到那边呐，那到那边的时候坐下来就喝两杯，怎么奇怪，拿手机对都没有，然后哎，不是，是走错包厢，你可以跟我讲，刚刚那个 B 小姐在哪里吗？怎么都看不到？他们的柜加款都跟他柜，他又没来。结果一问哦，他在旁边点歌。哇塞，吓死，不得脸，认不出来。哇，那真的会很生气吧？苏红有先认识照片再认识人的经验吗？有，然后而且我发现呢，其实本人跟照片上不会差太多，因为像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，然后他住高雄，然后他有一次说，哎，我上来台北，看要不要出来吃饭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于是跟他约在新官三月的门口，新官三月，新官三月，新地标，那真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。
我正要去前往的时候，因为前面有一些人，然后我确认哪一个是他的时候，一看，哦，结果他满脸痘痘啊，然后现在修图很容易，对，点点点就没了。他痘痘真的是多到很夸张，所以我一看到的时候，本来很想要离开，正要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那是舒红吗？”我说：“哎，对，舒红，是我。”我们现在就给你们看，对对对，先看他们童年照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一号，好可爱啊！看一号先好了，你看。画画画图美女，感觉很有气质哦，对，活灵活现的一个眼神，对，而且他画的是我的家庭，有没有？嗯，很有气质的那种。哎呦，应该有两个小孩这样子。一号美女叫 Bobo， Bobo， 请问一下你的美啊是到什么程度？我从小就被星探挖掘，可是都被妈妈拒绝掉。哦，星探挖掘，妈妈拒绝，哇，好可惜，真的。星探要找你去当小童星，妈妈不肯。那你觉得最吸引他们的地方是你的？是我的眼睛，因为常常有人说眼睛很迷人，很漂亮。妹妹，妹妹，你的眼睛，灵魂之窗。是的，你的大眼睛，而且看照片真的可以看出来，从小看就不错，很漂亮。而且是凤眼，看一下好不好？完妆之后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眼睛真的好大颗，超大的，这一撇有没有？是因为他没有丝毫。白眉毛，老画歪。来来来，我请专家先讲一下，凯文先生，我觉得他其实还蛮可爱的，然后他的妆啊，其实也很淡。但是好像现在的女生喜欢戴那个瞳孔放大片，对，然后也画了一点眼线，然后她的假睫毛其实算是自然的，嗯，对，算短短的。我是比较害怕她这个嘟嘴的这种，对，嘟嘴不行吗？不行，你只要凡是看到有45度角加上嘟嘴的，就会像刚才宪哥表演一样，你就对他出来一定就是要这样，有一点像丫头，嗯，有有有有。其实脸蓬蓬这个部分，可是他的眼睛其实就是跟小时候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啊。对，好，来再来看二号好了。二号，哎，这个小时候也是活泼的，感觉很好动活泼的。来看一下哦，有酒窝哎。二号美女 Anna， 想问一下哦，你最厉害的是什么呢？你在东区有个绰号。Hello， 我是。号称东区小张庭，有小酒窝，东区小蟑螂还是小张庭？张庭，小张庭，东区小瑞阳。哎，真的真的有张庭，有，而且他有小梨窝，非常的可爱。对啊，他笑起来很甜美。你是不是曾经害人家出车祸啊？对，我曾经在东区，然后有一个路人要跟我搭讪，然后不小心造成他车祸，有点擦撞。你们俩是停在马路中间聊天吗？所以他就追着我跟。跟着我过马路，天哪！然后就造成擦撞，之后救护车。那你以后走在路上小心，这样很容易被告哎。对啊，过失杀人，这个有点像谁，你知道吗？谁？翁之曼吗？哎，有一点哦，一点。可以，他这个眼妆特别浓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可怕一点哎，因为你看一号跟二号比较之下，二号浓很多。哦，你说眉毛的部分？对啊，眉毛非常的浓，因为一号简直是没有眉毛了，而且他那个双眼皮的折痕，感觉上也有可能搞不好是贴的，嗯，他眼褶很深。哎，他小时候的眼睛好像也没那么大哈，这样看起来。但是在照片上，他确实是漂亮的，明眸又好齿，好齿，然后瓜子脸，齿白。可我觉得要小心一点的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哪一点？他现在这个角度就是所谓的45度完美角度吗？他小时候的脸型没有这么瓜子，他这个高度是自己拿的呗。对，他这个要拿蛮高的哎。这个是那个家里监视器拍的，是用监视器自拍，当露一下头，纯粹是去调一个镜头这样子拍。真的是哈，哎，我觉得二号其实看起来有点危险。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好了。哦，厉害，能配嘞。三号绑了两个珠珠，还蛮可爱的。你看他童年是可爱的，对对。那这个可能唯一算是会有兴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眼睛跟你一样属于倒霉眼。楚楚可怜小狗眼，看一下他长大之后完妆照。三号你好，这个是性感。三号你好 ，Hello， 你们好。这个真的是你本人吗？啊，是我。哦，自我介绍一下。
你们好，我是一位模特。哦，这个问题就应该不大了。他可能是把丑话讲在前面。哦，他会不会只是手模特兒？没有 model， 那没有手模。脸颜值一定会比较高。真的吗？他最美的是哪里？我觉得是嘴唇很好看，而且有唇珠。对啊，而且他要脏不脏的感觉，好像你在吐气这样子。众女生啊，我们年轻的那时候，爸爸是单身的时候，不用解释。遇到众女生。我说哇，你的唇真的是垂涎欲滴，让人家看了都想要亲一口。那女生通常都会这样回我，你如果敢亲我，我就要咬你舌头哦。你应该是跟他的故事一样，听说你有碰过变态。我有遇过，真的很变态。他会照三餐盯梢我，然后问我你今天要去哪里，要干什么，甚至尾随我回家。是你妈妈本人吗？不是，我三餐都被我妈妈问要吃什么。盯梢。对啊，他会甚至知道说我半夜几点出去买宵夜，什么时候回来。这样很变态耶，这样等于他都在你家门口等你。是被监视的感觉啊，这样不太好。后来就搬家了。哦，那你出国旅游的时候也碰到很多人喜欢。我遇过一个外国人，在我们在布里斯本的火车上，澳洲。对，然后他上车的时候看到我觉得我很漂亮，是于是折了一朵那个用卫生纸折了一朵玫瑰花。纸莲花？你有纸玫瑰花？三号这样如果出来，整个是照片会让大家很失望。但是他这个反而是淡妆哎。我觉得是吗？其实我觉得她真的蛮漂亮，而且你看她眼睛的部分啊，她虽然是大，但她还蛮空灵的。我从这个角度这样看，有一点像那个王祖贤年轻的时候那个眼睛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会勾人，你把她那个嘴巴那个地方遮起来。好，而且从他们三个来看啊，我觉得她是属于看起来了这三个里面是接触有时尚的女生。哦，因为你看她的那个鼻梁，她的那个光泽，对你拍照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。肤质上面，她可能比较重质感，所以她没有什么妆，她本人一定就漂亮，是吗？然后我也很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女大十八变。有时候女生小时候其实没有太漂亮，但长大会很漂亮。哦，等于反过来说，她小时候丑啦。真的真的，因为我很多同学就是小时候很漂亮，但长大很丑。唯有问你哦，那个这种美女啊，在网络上看到照片，有没有哪一种？哎，她如果敢露出哪个部分，她就一定是漂亮的。露出哪个部分哦？对。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人家讲说，只要露额头，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哦，这好，全，比如说绑全马尾的。哦，马尾这我赞成，因为太多角度，有时候他们长发的，他一盖住之后，你会知道他都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遮遮掩掩。也许他脸其实蛮大的，但是遮完之后你就觉得，哎，这是瓜子脸呢。就是说，等你约出来之后，想说帮他捞捞头发，捞到耳后，然后就捞很久这样。对，一大圈在后面，很恐怖。绑马尾，我觉得就蛮有自信。早上约会，怎么样？捞起来，捞到看到他的脸庞已经是黄昏。哎，脸太大了，超强照片美女登场，王少伟自己安慰自己，我是一号，一号，我们一起来欢迎一号出场。其实都没有什么修图，你不要再骗人了，会生气啊！你把眼镜拿起来，然后做一个嘟嘴的那个脸，你看一下。嘟。我有看到唯一的相似度，哪里哪里？性别。性别没有在修的啦。我们的四号美女，我觉得她小时候照片已经完胜了，完胜可爱，眼睛好大，眼睛很大哦。直接来看她完妆的照片好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虫哥，这是你说的，这是虫哥的，这虫。演艺圈最怕没有重点的人，人间凶器，比较网络上看得到的那种。哦，这三维傲人，微露胸线，他真实。哎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对，他这个一般显得妆浓哎，他这个出来不可能丑到哪里了，是吗？可是带着妆你，哎，凯文老师这看起来妆是浓的，我觉得是浓的。你看他眼睛的周围打白，哦，他真实是只有真实的。你说两颗眼珠吗？还是真的没有？两个背。四号你好 ，Hello，
三维是真实的。三维是真实的。哦，她感觉很阳光的一个女生哎，你漂亮到什么程度？该不会也有变态骚扰你吧？有变态就是要我的原味丝袜。哇塞！那你有给他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蛮奇怪的。你分一只脚给他，给他我爸的之类的。爸爸有丝袜是吗？你要这样乱爆爸爸的料，他都穿丝袜。所以那你本身是从事什么工作？我是做直播的。直播。哇，那直播，但他们那个直播好像画面都有修过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修。直播怎么修啊？有，因为他们有一个系统，可以把你整个人变漂亮。四号，你平常在做直播的时候，你那个调的有很夸张吗？我就调到最脸到最小，然后最白、最瘦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原来可以调的哦，可以调，都不知道哎。五号，好吧，五号小的时候的照片，很古怪，这个很像那个以前有一个乡土剧，有没有爱？特殊状况是吗？你在那边乱讲。我想问一下，五号不会撕开是成犬吧？我们现在看。人啊，哦人哦，来来来看一下他完妆的完妆照，来。这个不错，而且这个关联性就看得出来很大了，对不对？小时候他发型会不会其实头发就没有再长了？哇，这个感觉蛮可爱。五号 ，Hello， 你好，嗨，你好，请问你的魅力有多强大？我的魅力非常的无边，而且只要走在路上，很多女生都会跟我搭讪。女生，哦哟，帅 T 帅 T 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因为他可能留了短发，难免会吸引这些啊。那你其实你平常修图有修的蛮夸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看起来眼睛跟鼻子都眼睛大，鼻子挺的啊。我就很常被怀疑是人工美女，就是鼻子常常会被人家推，或者是用手指弹鼻梁，以为是人工的，对对对。我觉得还蛮自然的，很自然，对，因为你看他现在的样子跟小时候两个比较，就是从个性啊，然后从五官上面，就有点像小男生的那种个性。对，他照片比较像就水平翻转而已，没有太大的改变。一个翻转就20年这样。对啊 ，OK， 直接选咯。当然是可以选，但是因为有资历的问题。哦哦，我们又怕人家讲说，哎，我们靠着资历在哦这样子招摇撞骗，所以我们用剪刀石头布。你为什么你要参与啊？没有了，他们就这个评价更好。哎，好，对对对，少女出道多久？出道多久？我出道16年了，16年。哎呦，是虫哥呢？我刚好16年。好，那两个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那你先选五号，五号，哎呦。哦，因为他自己有强调他是水平翻转的感觉，对，他有强调瘦瘦高高的人工美女啊，不，他不是强调他不是人工美女，对对对。虫哥呢？三号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三号不适合你，好了。三号、五号都被选走，我觉得不适合你。三号不适合他，不适合。台湾老师有在算命理是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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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三号的感觉跟他。就算交往可能只有一两个月就会分开，这样好啊。但是只一时换就对了，一时换。对，只在乎曾经拥有啊。这样怎么样？这样翻桌率才快。又不是在又做生意。三号、五号，好，三位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来，舒红先选，你也可以选。挑战的，挑战前辈的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们觉得挑战成功。理由充分，我们就让你换。哦，里面女生出来，她也可以做选择啊。对对啊，那我选五号好了。五号，因为我还蛮喜欢短发的女生。哦，对，你有没有看少伟的双眼？他已经变很深了，双眼皮了。两位展开辩论，开始。就是其实我出道16年哦，这是16年哪里民主啊？知道，对，这16年其实就是有横跨两个团体，然后常常就是在说他可以闹，跟5566，是是是，所以不晓得您，我目前出道5年，我虽然没有团体，但是我有蒙骑士，也算是，而且是有魔法的，魔法哦，有魔法的现在很夯哦，有演过蒙骑士。对，而且我们的电影是下个月就要上了，6月份就要上。学员是吗？对，是的，就是跟西西同一部那个。哦，对对，听起来是当红哦。
对哦，而且他还号称他有魔法哦，你就知道这个人还蛮幼稚的哦。但是现在青少年最爱这种了。那你先选一个一二四当做你的备胎。他是刚是选一号，我选一号，一号丫头风女孩。Eason跟唯一，那这样好了，Eason出道也算是比唯一久，比我长，就让唯一先选。好的，还是有民主的。我觉得四号的眼睛大，因为我喜欢同一看眼睛。哦，那我觉得这样出来，小时候眼睛这么大，长大不会小到哪里去。来，一号是谁的？一号是舒宏选的。舒宏，哇，一见面就是舒宏选一号是吧？来了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看一号喽，再次回味他的照片。丫头风，啾咪的感觉。一起来欢迎一号出场。欢迎一号。抱抱本尊的模样和照片相比，简直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。你在修图的时候真的有凭良心吗？真的是你？对啊，真的，真的是我。好棒哦，抱抱。哦，谢谢，不会很多啊。他好厉害哦。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个当时怎么拍的？怎么拍的？这样拍，应该是拿哈哈镜拍的吧？是十年前的照片吗？对啊。等一下，这照片是十年前的照片。我先问一个问题哦。好。不过那个就是小时候的照片，那还是你女儿？是你小时候的照片？是他女儿。我脸其实都没有变哎。对啊，憨憨这样啊。对，这样跟小时候是像。对，我觉得很像他女儿的照片。化妆你怎么化的？你是怎么弄？我平常照片其实都没有什么修图。你不要再骗人了。很生气啊！等一下，教授角度在这里。我看过那个女生在教堂旁边有没有？然后她拍一个，哇，好漂亮这样。后来被我看出来，十字架是歪的。十字架耶稣都躺好了，十字架可以修到整个歪这样。没有，因为我最近有点变胖，所以我有修一点点，有这张照片有修一点点，真的只有修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拜托你教我，我已经饿很久了。我们可以有个小小的要求吗？什么要求？就是你把眼镜拿起来，然后做一个嘟嘴的那个脸，我们看一下。赵伟哥，这是你要求的。在照片旁边，一二三，嘟。哦，我有看到唯一的相似度，哪里？性别。唯一照片美女，爱的缠绵，吴宗宪现场加码送。你选几号？我最后选四号。一起来欢迎四号出场。小小。哇哦，正妹。唯一过来啊，你干什么？你好幸运哦。两位自行旋转，两位有一个任务哦，您如果穿这一套。然后在我们中天门口拦记的时候，然后有上车的话，获得一万元奖金。那你知道谁选你吗？四号舒宏，舒宏哎，他还自动给你编号四号，被点牌了，这样喜欢吗？舒宏喜欢吗？我是566的粉丝，可是少伟。还是哦，所以你其实想要喜欢少伟哥，少伟是吗？那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输得出来？为什么不是赢的？我已经出道16年，好不好？好，苏红，剪刀石头布。你其实很想赢哦，不，很想赢。各位，刚刚他有说了，当事人有说，为什么不是赢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认同应该赢得出来。哎，对啊，王少伟先生，你真的来了，来。但我说真的，我仔细看哦，照片该修的，唯一不用修的就是他的那个肤色啦。哦，对，因为他的肤质算是差最少，就不用美肌了，落差蛮大。我眼睛也蛮大的啊。哦，这个就是开玩笑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。这个好消息是给少伟的，有五个数字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可以选一个号码。然后呢？你可以跟他互动的东西，就是跟一号配对了。配对了，我就选一号，就选一号是吧？哎，一起看看，1、2，哎，翻滚吧，食物传奇。女生要下腰，男生要撑住她，女生用嘴巴喂你吃 party， 这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女生咬住，对，那你扶住她腰，然后她下腰，对，你要把那个巧克力棒吃完。
吃完这样就过关，总共有12根。一个啦，一个啦。哎，后面我在后面慢慢吃啊。缠到腰尾。为什么？他会帮你扶着啊。他身体很好。好，两位请就定位。你开始。我为什么最近在演艺圈的代表作都是这种姿势？你现在不赶快吃，快点。哎，两个人要一起靠近，靠近，靠近。装束，他刚刚讲说没有什么改变，合理吗？真的吗？我觉得他拍照技术很好，真的。他忘记他还在吃饼干，而且他刚刚下腰起来之后还说：“哎，谢谢谢谢。”再回来，超可爱的他。你好像在还愿哦。对啊。不是，我们想要问一下，这张照片跟现在的你大概距离有多久时间呢？三四天前而已吧。三四天前。哇，哇，对，这个是礼拜吗？他真的拍照技术很好，这三四天太厉害，我自己拍的。你这三四天很委屈，拿这么高吗？没有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哦，这样是吗？那这几天你都吃了什么？没有啦，我这张有修一点点啦。各位，张有修一点点。你以为说一定要拿这么高拍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他是因为拿这里，但是把手机扣下来。哦，是角度问题。因为如果拿太高的话，其实就是会有上吊的眼睛，所以就是可以拿稍微低一点，然后这样子往下倒扣。我觉得还有他那个两边的头发有盖下来，把他那两边的脸颊修饰掉了。对，我觉得头发也有关系啦，因为他现在是把头发全部都绑起来。哎，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？因为三号的头发盖的才多。5号每个都盖。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回座。谢谢。再来哪一位的想先出来啊？刚刚是一号嘛，不然就直接往后好了。对嘛，医生，我的伸头缩头都是一刀。你是2号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的这个是很正的，正的，因为他的脸型，嗯，你看他跟其他人就他，因为他也没有用头发遮啊，他从这边的角度就直接露出来，而且至少那个笑容是有人缘的，对，笑就很亲和，眼睛比较像卡通一点，稍微卡通了一点。那直接欢迎，你直接这边要欢迎您的阿娜。OK， 好，一边欢迎阿娜出场。号称东区小张庭的安娜，虽然酒窝依旧存在，但其他部分怎么看都不像照片中的女生呢。哎，可以聊天，医生说话。哎，还在震惊当中，怎么啦？不会，他还是瘦瘦的，脸也是小小的。先介绍一下你的妆，好吧？着重在那个肤色，遮黑眼圈，然后我贴双眼皮。可是你本来也就有双眼皮啦，就我要让那个双眼皮更深一点，更凸显出来。了解了解。而且他的眼睛是大的哎。对啊，其实你眼睛很大。对啊，贴的。就我把那个脸颊推蓬一点，因为我笑起来脸太瘦了，推蓬。哦，脸太瘦。怎么推蓬啊？可以啊，有一个软体，它可以推，把这个地方就集中。用软体推的，对。哦。它可以把苹果肌推上来啊。对，就把它推旁边。假的，你教我，我也想要推，因为我的脸太瘦了。我跟你有一样的困扰。就这边会凹。然后人家看到你就觉得你好像很憔悴的样子，精神不好，对，就是因为脸太凹了。哇，哎，真的是哈，这个。好，那选一个数字吧，3号好了。三号，1、2、3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哦，基本上很简单，两位呢就麻烦男生帮女生化妆，就是帮她把她需要遮瑕的画好的地方把它画好，对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另外一只手要跟对方十指交扣，十指交扣的话，对，十指紧扣这样子。哎，右闪，对。那先画，先麻烦画嘴唇、唇膏。唇膏，预备，开始。很少看医生这么专心，因为他没有想看其他的地方。好的，好，再来麻烦请画眼线。感觉医生你是有常在化妆的，对，你画的还不错，你手还不稳呢。我那一支，我如果拿到眼线笔，还不知道从哪里画起。对啊，
哎，但是医生，其实你要让他还回原形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帮他画眉毛。好。哦，是少了眉毛，差很多是吗？对。哦。对，画眉之乐嘛。对。要画哟。古代的夫妻啊。你把它画的跟修图的差不多就好了。平眉啊，现在流行平眉。他自己本来就蛮喜欢比较浓一点的眉毛。医生 OK 耶。不是医生，你知道化妆是不能赶时间的吗？家属他们要进来。完工，怎么给凯文老师看一下？哎，其实画的不错。其实我觉得把他神韵画出来。对啊，神韵有啊，你自己看，你这样远看，有他的平眉啊，然后嘴巴不是很甜吗？像张挺一样又有梨窝，好吧，还不错。恭喜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谢谢。哦，哎，这人生真是一项冒险，是，好吧？你真的永远不知道你下一盒巧克力里面有什么。轮到你喽，好，我先来哈。你选几号？我最后选四号。四号，对，请先坐好，好不好？我怕一出来你跌倒，这样就不礼貌。好，一起来欢迎四号出场。高中生配对零差别美女，吴宗宪传授把妹妙方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到苏红就好了。时间够了，我先来欢迎三号出场。哎呀，这个才是小张庭嘛！想演舞台剧啊？啊，可以吗？是，我能让你红，我可以。这不是这样。身为运动主播的双双，本尊跟照片差异这么大，不怕你的粉丝跑掉吗？真的是四号，超过分，真的是四号的，真的是你是有重点的四号，对，我是有重点的四号。哦，难怪各位四号，因为现在在矫正牙齿，对，矫正牙齿过后会变很漂亮哦，对，有需要一段时间。双双你好 ，Hello， 唯一过来啊，你干什么？你好幸运哦。你也喜欢运动啊，穿运动鞋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前面跟大家那个，两位啊，双双你好，唯一本身话就不多，哎对，所以你们就开始抽签好，好好聊一下聊一下。他其实他本身也是运动主播，哎呦，真的真的，对对对，所以你的直播是这哪一方面的？哦，我是唱歌、聊天、跳舞的，哦，会跳舞，会跳舞，你跳哪种？你是运动主播？还是运动主头，他真的是主播了，真的他是主播，他是主播，然后人家会上去看他们，对呀、啊，但看的人直播的人数大概都会多少啊？大概两三百吧。你是太多了啦，一天一两个这样。你直播的观众不再有几百，而在他有多凯。对，对，会送点送，这一定，你看他嘴巴这么甜，然后这么阳光活泼，哎，你很幸运。有遇过什么特别的要说客人吗？对，观众啊，客人，观众他会寄礼物给我，对，我缺什么就寄给我，真的假的？缺什么就寄，缺什么就寄，好，对，可以。缺什么就退给你，我缺很多。这听起来在看守所才会缺什么？棉被啦，冬天的衣物。两位，你选个号码好了，就四号了，四号是吧？对，就这一个。好，四号是什么呢？就这一个。四号叫做爱的产品。先看这边真的有编号吗？还是照你想？号码在我心。这是有点。极密码是一样的，对到就是对到了。对呀，哪有那么爽的？刚好是我体育主播，那么漂亮还跟他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可能两位，好，你两位自行旋转，啊，是我们自己动啊？对，顺时间旋转，开始，这是行李转盘吗？要把那一圈转完。其实我觉得双双是可爱的女生。卷要卷到脸喽！哎，双双，哎，唯一的屁股越来越翘了。等一下，他们有出力，现在越来越紧了。卷该够了吧？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掌声鼓励。爱的缠绵。那两位有一个任务啊，您如果穿这一套，然后在我们中天门口拦计程车，然后有上车的话，获得10000元奖金。两位想挑战一下吗？两位。
我想怎么离开这里？你要转头看一下，含情脉脉。一二三，你不要落枕啊，不能对人家不礼貌。看，恭喜！两位，两位请坐。哇呀，天哪，这个太温馨了。坐嘛坐嘛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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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哦，四号，四号，双双真的很随和。对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有观众了。哎呀，喝到丁啦，高追啊，高追。哎呦，双双脸超红的。剩下谁？剩下谁？剩下那个苏红，苏红，苏红。还有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到苏红就好了，时间够了。来啦，红哥来啦。哎呀，来啦！这一集叫《侏罗纪公园》。我是。先做，来来来来来，重哥重哥，你会怕可以先祷告，胡子留出来，整个人有个性，很 man， 很 man， 对不对？而且你刚是选的几号？我选的是三号，三号啦。你声音为什么要抖？因为老师就打包票说这个应该没问题的，说是漂亮女生，漂亮。三号在，一起来欢迎三号出场。思婷素颜的模样虽然没有照片中来的正，但本人也算是蛮清秀的。虫虫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是是是，这个才是小张婷嘛。有没有他卸妆以后其实比较像哎，啊，对啊，其实像哎。来，两位聊聊天，聊聊天。是是是，那个，你不要看着他的照片，你看粉了吗？怎么了？人来到现场了，没没没，怎么样？是跟照片差不多哎，其实皮肤还蛮好的。对对对对，有没有想演舞台剧啊？哦，可以吗？是，我得让你红，我可以。你最后变这样，选号吗？选号吗？我。自己人自己处理嘛。哎，虫哥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好像不太甘愿。人家还常常被人家说要包养，哎。哇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个精神吗？哎，医生呕吐病了啦！医生呕吐病要犯。你看到人家这里开心什么？对呀，我听到包养，我吓一跳，我呛到。哎，你有觉得他很面熟吗？就是那个要包养你的人。没有。七号。包养是年纪大的。哎，选一下，我选。选个号码，选个号码。几号？宪哥给我号码，有三号、三号、五号、三号、三号、三号，好。好。爱的呼呼，还是要别的，我得就宪哥处理就好了。你也知道爱的呼呼好东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爱的呼呼是什么？来哈。爱的呼呼便条纸贴在脸上，双方都有，然后呢吹气看谁的先掉下来。感觉蛮幼稚园的。这个镜框也太难吹了。这个对呀，这台风来了不会飞走吧？宪哥，你故意贴镜框难吹，难吹就要用我帮你挑配合你睡衣的颜色。好 ，yellow。好 ，OK， 两位互吹，开始。互吹啊！吹吧。什么游戏？靠近一点。什么？要靠近一点啊！靠近一点啊！你们呢？这边。剩两张，快亲到了啦！我觉得女生是温柔的那一种。我剩下两张，我剩一张，哦没了，好，剩眼镜这一张了。加油，思婷，加油！快亲到了，快亲到了！哇！自吹比较厉害啊，那张我整个捆起来的，其实是我自吹的啦。哎呦！有时候，对，有时候要靠自己。好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最后一位是谁？我。苏红，我刚刚从少伟哥手上抢来的。哎呦，五号。哎，这个在韩国也已经就送重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送重击。哎，你在那萌学园里面的那个魔法是什么？火的，比较冲动，而且比较冷酷一点的。表演一下，做一次。变魔法了，气。
哦，还要讲那个咒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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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灵火幽冥，好，这么幼稚啊，没有特效，灵火，没有特效化，对啊，其实没有特效的话，其实就灵火幽冥这样就好，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一起来看看五号，欢迎五号出场，欢迎。出场。五号的蔡翔可以说是今天本尊跟照片最接近的一位。其实你素颜的模样，也是挺可爱的。可爱可爱。哇哦，哎哎，两位可以聊天。你好，喜欢吗？短头发的。喜欢，而且蛮可爱的。对。对他笑眯眯，跟照片真的一模一样。对，走出来的感觉啊。对，平常的职业是学生。哦，学生哦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他已经算很 OK， 但他有一个坚持，就是他跟朋友们拍照，永远都要他自己拍。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拍他最前面。是因为你的脸很小。嗯，没有，其实是因为我有痘痘，还有黑眼圈，所以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手机拍，然后我就才可以修图。哦，不会啊，修完再给他们。很可爱的。可是他真的已经，对啊，我觉得你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耶。对啊。我是比较好奇，我是觉得你为什么你是从小就喜欢短发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看你现在从那个小队都是这个发型一直到大，巧合啦！我那时候找出那个照片也吓一跳，说哎，为什么头发是一样？那你有留过长头发吗？有啊，有留到屁股。哇，我那还蛮长的。哇，哎，你们很适合交往哎，因为你这么会修图啊，然后他这么会变魔法，他变魔法都没有错。加气功啊，加闪电啊，约会就不会尴尬。对啊，每天就在那边玩。好，我们只剩下最后一种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还是你要挑一个号码，还是可以挑。哎，他学姐，他就五号，五号是吧？哎，这是什么呢？是女为悦己者容。两个人有没有十指紧扣？哦，然后呢，互相帮对方画唇。来。浪漫。没有办法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两位如果画好的话，第二步骤。第二步骤。用舌头将对方的口红舔掉。谁要做这件事啊？没有的。好可爱，我才刚见面呢。你蛮适合画红唇的。对呀，怎么会很 OK 啊？怎么样？说我画红唇，竟然有包伟明大哥的感觉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。味道就出来了。啦啦啦啦啦！哎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哎，这相当不错。哎，我觉得今天聊完发现啊，你们看照片可能真的有点落差啦，但是大家都是这样想要别人喜欢嘛。对，但他们就是要把自己画到最美的，对，要最漂亮的。而且重点是他们五位其实个性都非常可爱，是，好不好？以后看到照片不要再这样子直接转头走人了，对啊，认识人家一下。是不是请 Kevin 老师跟我们教导几招？尽量建议每一个女生就是化妆，就是尽量还是以淡妆为主就好了。对，然后你可能要化比较浓的妆，就是以焦点的方式，比如说你唇妆比较重，你的眼妆就比较淡；然后你的眼妆比较重，你的唇妆就要比较淡，不要什么都很重。对，然后看起来五彩缤纷这样子，对，也比较年轻，然后看起来也比较时尚一点。哎，这真的是蛮好的 Pebble， 女生回去学好不好？那当然，谢谢我们五位男生，还有五位很可爱的照片女孩。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 Kevin 老师，小明，下次再见。